霸道总裁与小仙女的日常，哎哎哎，大早上的就搂着我动。兄弟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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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靠，我被打了一巴掌，兄弟们！哈哈哈，让你嘚瑟，挨揍了吧？小彤彤把手伸到豆豆的衣袖里，看这个开心样，有点猥琐，哈哈哈。大晚上的带豆豆来健身，豆豆在爬楼梯。那不要这样爬30分钟啊！豆豆一听要爬30分钟，人都懵了。仰天嘲笑我丢脸！我靠！牧童在练习单甩豆豆。怎么？我妈妈也会这一招？怎么？妈妈这个是拉稀。你看他开心的表情很浮夸，李德顺一路走好。妈已经给咱们跪下了，兄弟们，给咱跪了，兄弟们，行礼。牧童特别的开心。牧童在练习双手抬豆豆，又是吃了满满狗粮的一天，明天继续，哈哈哈，视频未完哦。